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子晨，今天要来和你开箱的是New Skin 的蔓越莓50倍浓缩配方，那这是今天刚到的货。那如果你是泌尿道系统就是想要保健的话，你常常会泌尿道发炎啊，上厕所感觉灼热，或者是呢，因为台湾潮湿闷热，容易有味道，或是。是会痒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今天的影片。那今天影片是和你分享 New Skin 的蔓越莓50倍浓缩配方。那大家知道蔓越莓对这个就是泌尿系统的保养，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读心呢就有出一款这个。然后呢，首先打开一样是发票，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，然后呢，一定有开发票。然后呢，蔓越莓配方，这是我前几天订的，但它一次有3盒，这样子是1380。那这个蔓越莓为什么要喝 New Skin 的呢？就要从几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。几年前呢，我在修车，然后呢，就来了一个大概50-60岁的这个老哥。这老哥呢，他开一台3菱福利卡的车子，然后我帮他修车，就看到他车上有一瓶那个蔓越莓果汁，就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的那一种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New Skin 的蔓越莓很赞，我就想要推荐给他。然后我就随便聊说，哎，老哥，你喝这个蔓越莓很赞呢，这个对这个身体很好，对这个泌尿道系统保养很好。然后他就说："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年轻人，你有在研究吗？"我说："对啊，因为我们 New Skin 有出蔓越莓。"然后这个老哥呢，他已经50-60岁，已经退休了。他就和我分享说，为什么他会买蔓越莓的饮料来喝？那他以前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他是做那个客运司机，就是开客车载很多客人。所以呢，他说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呢，就会带瓶水壶，然后在车上。然后他说，他都不太敢喝水，因为他喝水就会想上厕所。那上厕所呢，因为他载客人，不能说想停就停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所以他每次喝水都只喝一点点。那他喝着喝着呢，年轻的时候没差，他说等到他就是年纪比较大了以后呢，发现说啊，他的那个就是容易呢泌尿道系统感染，上厕所容易灼热，因为他喝水喝得很少，然后常常要憋尿，因为还没到休息站，还没有到。就是下班的时间，他都是找不到厕所，因为他在开车嘛。所以呢，他说他非常注重这个泌尿系统的保养，所以他现在就算是退休了，他就是还是会3不5时去那个便利商店，然后买那个蔓越莓的果汁来喝。然后我就了解他的这个故事以后，我就说哇，真的这个蔓越莓的果汁真的很好，因为就是人都是喜欢被肯定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称赞他一下。然后我当然要跟他推荐 New Skin 的蔓越莓啊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我要给客户的，然后我要来开我自己的。那这个呢，你买回家以后呢，它就长这样。那就把它打开。然后它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里面有30包。然后为什么要装成小包呢？因为它除了新鲜以外啊，就是它携带方便。你就是出门上班去公司或是去旅行的时候，你就抓个几包放在包包里面，就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那我们平常呢去便利商店买的蔓越莓果汁，通常它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，就是太甜了。太甜不是不好，太甜非常好喝，可是对身体就没有那么健康。那我有去看过，我们通常外面买的蔓越莓果汁糖呢，有这个46公克。那我们这个一包呢是2点多公克而已，所以它吃起来不会太甜。那我们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，或者是呢，你可以加冰淇淋、加气泡水，或者是加优格、蛋卷冰淇淋都可以。然后就这样。倒一杯水，然后你不要加热的哦，因为热的会把那个蔓越莓的一些好的成分呢杀死了，所以你就倒一杯水，然后呢，
这个，它有一个那个小洞，就给它打开。今天修车是超忙的，我就赶快拍一拍，包一包，明天就可以寄出去。然后呢，它倒在水里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拿一只筷子，把它搅一搅，很漂亮哦，颜色很漂亮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喝一下，喝起来是有点酸酸的，然后没有很甜，然后也没有很浓郁的感觉，就是蔓越莓的味道，不会难喝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。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买蔓越莓的话呢，你想要解决泌尿道系统发炎、上厕所灼热的困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跟我买。你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或者是呢，你在 YouTube 看到影片，你也可以在底下说明栏的地方找到我的 IG 或 FB， 你就可以私信我说，哎，你想要买蔓越莓50倍浓缩配方，那我就会协助你购买，然后呢，让你可以解决你的困扰，让你提升你的生活品质，好吗？那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哎，有人会不会说不敢吃来路不明的那个保健品啊？我跟你说，看我们这个超厉害的，这个是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 New Skin 的，然后它有 6S 的品质认证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奥运选手指定使用的，就是我们是奥运选手的合作伙伴。OK， 你觉得国家呢会给奥运选手吃普通的呢，还是最好的呢？ OK， 这不是我胡乱的哦，大家可以去中华奥委会的网站上面看。好，那大家拜拜咯，拜拜拜。现在我这边有一瓶气泡水，然后我泡一下，然后在影片的最后我会贴就是蔓越莓的一些简单的资料，然后给大家更认识这样子。先倒一半就好，然后呢打开蔓越莓倒进去，先倒一半，我们搅的时候比较不会洒出来。很漂亮，然后呢，再把它加满。